天台帅气登场，再搭电梯走到室内主舞台，金曲歌王林俊杰举办线上音乐会，打破传统演唱会方式直播开唱。斥资500万出动 AR 特效，不止视觉、听觉双重享宴，而且不用花钱就能在空中跟 JJ 一起合唱。就像是站在悬崖边，让观众捏把冷汗。视觉搭配歌曲以及变化，临场感十足。记住我想要一种美。深情演唱《伟大的渺小》这首歌荣获台北之音 HitFM 年度白首单曲冠军，卫冕成功。林俊杰新歌演唱会选在线上直播，全世界的人用网络都能看得到，也算是弥补了正式演唱会没有台湾场的小小遗憾。记者杨子健、谭可梅、孙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